Sounds good.才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排新的小姐尬台妹啊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要得，辣台妹，辣台妹。When I play this record，只是我记忆中模糊了脸，却爱你手心黑痣。小辣椒，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，先给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。然后我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私信我最多的问题。首先就是我的身高和体重了，身高是164，体重呢我平时是90斤，然后刚选来的时候是88斤。我最多的就是每天会有好多粉丝私信和评论我衣服的链接，我们衣服还在备货中，好了的话到时候会通知大家。还有一个大家好奇的就是我的这个鼻子，我这个鼻子不是肋骨鼻，是鼻中隔，已经做了一年多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广西省哪个市的女孩子最好看？南宁市申请出战。来给生活比个耶。